没有，应该是14个玉配两个车用太子。张师姐她腰粗，所以她的笔是开放开过的，然后那个好，她有拜师，哦，抱歉，不是都有主，然后那个啊，因为有各自的状况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进拍。然后今天开光的，明天会放一天，就是礼拜天会放在宫里，然后再事隔一天，可能礼拜天我会带走，然后就寄给众信。啊，那有时候礼拜一没办法，就可能礼拜就是礼拜一没办法寄，就礼拜二一定会寄。他后面没开光的，把名字通通折起来放在后面，折一半以后名字朝下后面的。哎，看名字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你要用的时候再翻回来。Thank you.
是 4K 的，那、啊、你那边用完以后就放着，就是你都一样过完炉放位，放回定位，然后我再会去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谢谢。他想说放一个，以免不时之需，而且他这两个很难取舍。啊，这样带怎么带三天？啊？怎么带三天？他就先用一个带三天，再另外一个带三天。
开光预开都是要跟上面负责，所以基本上这些不管是谁开的光，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在我们那边开光都是上头要授权，就是主神，就是我们本宫里面主神关圣帝君会授权才能够开光。一晨把门关起来。你到底有没讲？迟早背一堆。这边总共14个玉佩，两个车形佩。跟他讲，算了，我已经讲了。一晨，张师姐有事找你。你就说张师姐讲。要记得讲张师姐讲。Thank you.
他现在就直播，他刚打的啊，就同老师没给人家那个锦囊袋了，小事情，我请他有空来拿就好了。没有锦囊袋，他晚上他要洗澡要什么也麻烦。在开工这里。
要报资料了。好好。耗掉你一半的力了，敌军不好看啊。像这样排一排，好像整个就拉过去排一次就好了，是不是太懒？然后名字要遮后面，名字在后面，像他们这样。你等下保龟再翻呢、啊，好吗？现在你就先保完龟，我都等你们保完龟，我最后再拍。Thank you.
没有啊，你就过完炉放回这样就好了。我等一下会请师警收，你就只要过炉就好了，做到过炉就好了。啊 ？B 可以收啊，我最后叫他用就好了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拍。像这样反着就好了。过完炉，然后把它再反过来。名字在另外一面就好了。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，一个啊，就是一个。那最后不行的，看他们在。对。我拍那边点击率很低，我拍他马上往上升。不用了，你拍那个有故事性的，不用拍他。张师姐开的啊，就是不动明王，这个是灵性台中的灵性女性众，再来是宣性啊，新竹的宣性男性，他是千手观音，再来是陈姓女性众，他是加拿大的，他的是那个，这个是不动明王，再来是张姓桃园的张姓女性众，他的是大势至菩萨，再来是陈姓苗栗的信众，他配的是师父济公师父，再来是
灵性男性，台中的灵性。这应该也是大事情，应该是。过炉了吗？桃园的阳性信众过了吗？好，这是再来，这个是桃园的游姓男性，哦，这帝君很厉害。那因为帝君的牌比较特别，所以用的是无形符。啊，再来是小太子正信小朋友，啊，住在嘉义，这是他的小太子，非常有神。关武财神吴姓住在台中，很有感，这一只哦，这一尊，嗯，哦，直接接他的，本来就是，嗯，很好啊，然后这是两个车型太子，我就不多照。高速的走一次，好，然后这些符会放一天之后才会
再寄给各位。好，这件事在我们众神的加持之下。背后的印记会自然脱落，不用太紧张。那如果 不小心碰到水，就直接拿卫生纸把水沾起来就好，不要去擦它，沾起来，然后有空的话就是去大炉过过炉，点个香灰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求玉佩是来护佑我们自己，不是来找我们的麻烦，不要把它带它变成你的困扰，那这样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一切皆而大而化之，然后一切就是以尊敬的心带着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真的碰到水或怎样，拿卫生纸把水沾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有空就赶快去大庙过过炉，顺时针一圈点个香头，顺时针一圈点个香头，顺时针一圈点个香头。那记得去宫庙的时候，记得跟他讲，你是出生没有姓名，出生年月日，家住哪里？今天来就过过炉请这间什么宫庙的主神某某某帮信众某某某加持，在此加持完在此感谢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很简单。如果家里或自己可以去买一瓶檀香油，大概每个月擦一下，也可以净化它。如果没有去宫庙。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，好，以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行政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